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在今天这个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我先来给你们介绍一个游戏平台。这个平台呢，它里面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游戏，看到吗？像这些手游啊，这些游戏啊，全部都在里面。我跟阿旺两个人呢，偶尔都会一起在里面一起玩这个游戏的。所以话不多说，赶快点击下面的 description 的那个 link 去下啊，不是去下载，去玩里面的游戏。Let's go。OK， 现在回到重点啦。今天这个影片呢，我个人觉得是。玩到蛮大的啦，就是毕竟又丢奖牌这种东西，对个人来讲是一种荣耀。然后我今天竟然要拿小明的又丢奖牌来帮 Oni 铲屎。Oni， 等一下我用小明的又丢奖牌来帮你铲屎 ，OK？ 好不好？你 lucky 啊！你今天你竟然可以背一个100K 荣耀的奖牌来铲你的大便。哇，你真的是猴八百啊，你猴八百啊。 OK， 在我的眼前呢，就有三个十万的订阅奖牌，一个是阿旺的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小明的，这一个就是 Kevin 阿旺，这一个就是 Ivan Lee， 这一个就是今天的主角 Mason 小明。今天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要被我拿来铲大便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你们可能会想，哇，人家辛辛苦苦得到的十万订阅奖牌，给你这样子拿来帮小狗铲大便，你有没有人性哦？你有没有过分了一点哦？你们放心，我当然不可能拿来铲整的大便啊！我呢会先用巧克力制造成大便，就好像假的大便这样，然后夹在欧尼的笼子那边，帮他好像就是收拾他的狗大便这样，然后我就会在这个时候叫小明帮我拿纸巾上来。当他上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很奇怪，然后当他仔细一看。哇，这个不是我的十万订阅奖牌吗？那个时候才是重头戏，所以你们放心啊，我不是真的拿去铲大便，我还是有点良心的，不会玩到这样过分。OK， 小明呢，现在跟 Benny 呢就出去打包一些食物回来，所以我现在也是时候准备一下那个道具，所以等下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叫他帮我拿纸巾上来，所以我再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OK， 所以呢，现在我们。趁他还没有回来，我们先开始制造道具先。首先，我觉得想要几岁吧，几岁，然后你要掺一点热水嘛，烧水。掺热水哦，它才会有。OK 啊。玻璃吧。你的大便好像没有这样水的嘞，你要加多一块嘛 ？OK， 我前面加多一块。我觉得是，等下我会加这样子铲嘛，铲那个屎，所以我觉得是大便差不多在这个范围就对了。
关心关心。OK， 他们现在要进来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假装好像资金不够用这样，然后等一下他们回来，我就叫小明帮我拿资金，然后他去看我唱歌。哎，光明啊！光明，帮我拿一卷低速上来，红绿大变了。他这次的大便很水耶。那低速用完了，我忘记放新 A 卷在那边。随便拿着，这干净呢？我拿到你这位，啊，先生，这不像大便啊，这是大便。这大便来了，你去看。这像大便没有？我主角不像。哼，臭了嘞！哇，臭完了，你机会演了呀？你是不是油炸了？你不要！下位，妈，这个巧克力味，你给我整。你跟我讲这个是什么？我尝到讨了，尝到讨，这个叫尝到讨啊！这个是什么？你讲。哇！不好玩的。哎，没有没有，你的大便好腻，哎呦。没有。我 expect 你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所以你要演过，你要给我要的反应。哦，你要的反应。来，你下去过。你下去过。所以你要很激动啊。啊，我要就是我应该要有的反应。所以我要真的是以为他是大便啊，对，我现在很笨，这样以为他真的是大便啊。对，我演过啊，我演过。3, 2, 1 action， 光明啊，帮我拿一卷低速上来，我你大便了。OK， 快点，我拉也了。等一下。哇，我你今天的大便有点水。哎呀，水嘛水啦，大便水还是嘛是大便。快。哇，小伟！小伟没有啊，这真的是大便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原本是要拿那个板的那铲大便啊。我演不下去，我真的好大便，我还要怎样演他是大便？哇，臭！OK， 我觉得我可以，没事，我可以。喂，快点呢！来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很臭哎，天后地那边有点水。哇，香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的 Mason 小明啊，什么发信100,000 subscriber 来尝大便呢？这么你的反应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你懂吗？我这哪里有买要买的巧克力哦？你是要巧克力味的？哇，不用谢。哇，给你吃屎哦！小伟这个好吃哎，这也很好。我那大便很好吃。好的，下一次你可以大整的，然后给爸爸用来做道具。你看这个啊，你的大便，喂，你才要大便了，你才要大便了，你才要大便了，有，你才要大便了，你看，哎呦，真的才要，可是还没淋到。OK， 在这边住了一个月多，都很少出来这个阳台这一边拍过影片。
所以今天影片就在这边结尾啦。小明的反应呢，真的是跟我预期中有一点太大的出入了，所以我 expect 他的反应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他这样远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就是代表那个巧克力，因为其实那个巧克力颜色跟欧尼那边真的是蛮像的，可能他被 prank 太多次了，所以他戒心很重。OK， 各位，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下期见。